一点的话就有了。对，这个雷位置其实丢得很好。那这个位置被看到，他这边只能选择打一边出去，但没想到他只有抓到瑞进来的时间，皮卡森补枪射掉了一个，让 Dive 拿下第七分，成功的在主题乐园这张地图击败了 Vina。就对，但很担心他的瞄具边边有没有机会一打多啊，掏出了霰弹枪，但接下来的距离对于霰弹枪来说不是这么友善。哦 ，OK 啊，沃兹的架枪，没想到是对方已经露了半身，另一只一百多 ，Jackie Wu 一人自制拿了霰弹枪，准备要一打四了吗？第四杀也入袋，什么鬼啊 ？Holy moly， 打到包！现在的话，一人要准备换他清台了吗？苏哥打完之后要换我来当歼灭者。哦，已经看到是对方的身影了，那应该心里有底，知道对方是走厕所这一侧，快速回头，一打五，一把霰弹枪，我给你全世界。